新年红包这样拍。一，先拍一下刚收到的豪华新年礼盒。二，接着假装不经意的拿出红包开始清点。三，每个红包都装满朴素的新年愿望。四，抽取一张突破镜头，让金钱蒙蔽双眼。五，最后用红包摆一个新年造型，看下呈现效果。